是密密麻麻的，只要你特别好挖，是吧？有时候一下子能挖几个呢，一下。哎呦，那没问题，那我干了。没问题，我干了。可以的。咱们那个先接受一下上岗培训吧，具体怎么挖，咱们。这里有手套，一人带一双。这个适合鹤哥啊。哎。啊，耙子。好像我们去取经哦。有点像取经了啊。真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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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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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先看啊，先看一下啊，不然的话就把百合挖破了啊。从这里面挖上去，往起一抬，这里一拉就出来了。哇！铲子你这样，从这里爬下去，爬深一点。啊，一翘。哎，一压。好嘞，这不是出来了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走了，老板哈，百合。开挖了，不废话了。试一下你挖下挖不下啊，加油。嗨，没到位。挖不动吗？不是，你不能这么蹬，你看这样的话你把耙子往上抬。哦，再蹬出来。出来了吗？这稍微有点浅，好像没出来，还在下面。哦，百合很深的。深一点，深一点。哎，哇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耶。嗯，咱就这，哎，这丢进去就行了。我来，我来。嘿，嗯，加油，起来了。哦，出来了，你露出来。哇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怎么这么小啊？嘿，这是什么？百合。哎，对。我要成为百合王。三个了，哎，就是这个距离，立一点，哎。它多久是一期啊？多久收获？生长期六年。六年啊？六年。六年才长一次啊？啊，就是六年收获一次。我的天哪，六年收获一次。哦，你挖这么多吗？是啊。你也真棒。你挖多少了？给我看看。200来，200都够。200来个，你别跟我吹牛。我要把它挖满，我。当今天的 number one， 嘿，哎呀妈，哎呦，哇，出来了，怎么这么小啊？嘿，这出来了，我看到它了，哎呀妈，我头好晕啊！休息一会，不休息。哈，这下挖了个大的，哇，我这是不是好多个？就是4个。我已经 get 到它的精髓了。我不回去拍戏了，我就留着挖百合，我觉得我有天分。走起。哎呀妈，累死我了，他们跟我说是来旅游的。我们去哪儿呀？好期待哦。去哪儿？我们先干嘛去？先打工是吧？我还以为是来旅游的呢。你可以旅游啊！你看我穿不这么漂亮，拿着个相机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今天得有奖啊？哎呦，你那是啥呀？不知道啊，百合精。老板，这算不算？就直接给个1块钱吧。这个。这个它是品种不好一点的，这算一颗。品种不好了，好吧，一颗。哎呀，我知足了，我知足了。走吧，走。陆哥走了，走。那就2个，3个，4个。6567，这么多。6869710111，112，113，记下你的，113，113，七七八九九，
一百二十五。八九九。天哪！一百。好感动。115。115。加上不错。那111。